呀，你没招啊，你自己家活你说得起吗？对吧？你就像伺候牛伺候羊，那也是干活，你不伺候能中吗？对吧？你不伺候，你不伺候一个牛，咱讲话一头牛20000块钱呢，你伺候不伺候？干活不挣钱，挣钱不干活，那咱不是没有那个不干活的本事吗？对吧？你没那本事，没那命儿呢，你咋整？就得干呗。这个草好在不呛，它是湿的，它不呛人。那干草一糊了，我跟你说，那满屋子那人都待不了，根本就待不了，你就没法喘气儿都。灌多少？灌没了是吧？嗯，灌了5袋就要没了。5袋是吃几顿的？以前2顿。是两顿吗？嗯。现在这5袋整不好可以吃3顿。好。他们还挺喜欢吃这个草，有味儿哈。